演示一下用 GT106 Plus 配合这个 GT327 来做一个卡车 ECU 的诊断。首先，我们量一下它的输入电压，30伏。30伏，看一下它的转换输出，12.79，相当于12.8伏。以后这个是输入输出切换的，这是显示30伏。输入的，这是转换输出的显示电压切换按键。看一下 GT106 Plus 的 K 线转换电压是12.59，就接近电源电压。这个连接成功。打开软件，点击连接，连接成功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的灯。是闪烁的，通信。这个是读到的故障码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协议是 KWP，就是 K 线的断开连接。